这个羊喂料，我这都是直接用车子开进圈里面来喂。主要是花生秸秆给粉碎了，掺的玉米什么精料都有。你看这羊的吃口还可以，小羊羔也是跟着一通乱吃，颗粒料喂它的都没有吃完。因为这里面有那些碎料，它跟着吃的比较香。这边是小娟的，小娟的这小羊羔半个月左右了，都出来吃了，开始。小娟里面也是给它加料。爹，不好喂了呗。现在这一院的羊基本上都给喂上了，基本上都给喂上了，等他吃过这个一遍之后，再给他加一遍那个碎的碎的草，因为他有时候羊多嘛，有时候吃不饱。吃不饱就给他加一点，最起码你得让他吃个八成饱左右吧，不说吃的全饱，吃个八成饱左右，不然的话他一直会在叫唤。你像这些老母羊还得给他加一些精料，加一些精料，这都是带着小羊羔的。小羊羔这个在走廊上跑，他这个小羊羔料槽里面给他那个，他的开口料是要不断的，一直晚上睡觉前的话，给他基本上加个两三碗吧，让他基本上能吃到第二天早晨快差不多。